为了改善羊仔出客区域排水功能，经济部第四河川局在鹿港东街里规划设计建设堤防堤，并且已经开始发包施工。议员涂秀美接获民众陈情了后，23号早起邀请第四河川局、管府以及公所等等相关人员召开说明会，将对这个所在几十年唔捌淹水，却搁要建设堤防堤的疑问要求说明。阿彪，恁要安怎管理啊？对不？很大片，像咱当哦，合法草，草唔免三个月就比一个囡仔悬啦。啊，块芒啊，啊一片咱大片，恁的经费，你会知影一年管理的经费的。这问题真大呐，恁拢无想到呐。即马当这啊危险性的，啊你即马当哪讲哦造假啦，啊水啦，安怎啊变的？说明会当中，这位民众是表达真侪疑问甲因的不满。为了改善羊仔厝溪区域排水功能，经济部第四河川局在鹿港东街里规划设计建造堤防堤，并且已经开始发包施工了。规划我们是按照那个基督部水规所，他在196年他做了一个整体的，他是根据整个杨子厝排水整个流域来做一个规划，他不是针对只有针对马井沟排水，那我们考量的淹水的改善计划是针对整个杨子厝排水，那在整个马井沟排水，它是属于我们杨子厝排水的支流，所以当初规划它是针对说，如果再把马井沟水这边可以减少下来的话，我现在有的断面可以不用拓宽，那可以不用征收太多私人的土地。民众表示，因住伫遮遮尼久了，拢也未渡过因大水，唔知影堤防堤要做啥物，另外管理甲安全维护啥物负责。而且施工前的说明会，附近居民拢无人知影。我今年55岁了，阮家按八年水啊，要大家做细泳池做什么？哎呀，真的很奇怪。啊，你做细泳池后面要管理，很多人你要当啊，开安侪钱啊，这个后面还要管理呢。啊，他做一做啊，丢着要丢给谁呀？讲啊，白天啦，伊要搭砖头乌一卖啦。就是这样嘛。议员涂秀美是表示，建造堤防堤的必要性是受到质疑，是毋是为了日后太阳能政电的收益？而且后续的管理为何尚负责？为何无好就会成为电费一个困扰？经过民意调查之后，我知影讲这里完全不淹水，为什么要开置房子？这台糖的土堆，那你要碎掉，土要挖出去，好。台糖，你要巧立名目，让美淑阿公你是做大好人，要第四河川桥，要嘉惠地方，讲要做自洪池，你提供无偿提供土地给我们，好，土挖挖了后，这个工程费到底多少我不清楚，但是挖挖了，你缅甸你要做太阳能，这是事实，你要收电，你要种电，你要收这个钱是事实，问题是后续的管理维护工作全部。要丢给彰化县政府，我可能让他通过吗？不可能。公所有权吗？之后的维护工作没有人，杂草丛生，变成我们地方一个乱源。你们要怎么给我们处理？所以讲，今仔日阮这居民足不满的，就是讲要坚持讲，买好伊时间。咱这个因为地势较悬啦，做伫遮实在是真无合理啦。哦，啊，伊要做的进程也无用一个公听会啦，你也看今日。准备的一寡书类的资料嘛，足少的，吼、哦，这拢因家己想要做，做一只作用无大，因为伊若做一个防洪池，伊要流出去，连讲要排出的，因迄下游的水沟拢足大，足大条的啦，迄拢足畅通的啦，伊接水是拢伫老家这方面，吼、哦，伫起来啊，应该就这钱摕去遐加设几点嘛，迄才有作用啦，因为这几了十年来底。拢也唔捌咧讲，只出来咧饮水。现场是来了真侪居民参加说明会，大家拢表达出家己的意见，嘛要求暂停施工，爱将居民的疑虑解答后才会当施工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鹿港采访报道。